哎，晕锤，他带的什么？艾黎是吧？那不用怕，他不是征服者就没事儿。是个药的，等二级再干吧。这武器大师一级打着 Team 不合适。好，晕完跑，没想到吧？呀！ 他也升了，那不行，先把你话我才退了。跳上来锤，开 E， 他闪现可以接受，他带的点烟吗？他带的传送啊，那没事。下波他死，6秒、5秒、4秒、3秒，死了，闪现平 A 点烟 ，A 晕住。 A 阶一个跳，把握好这个距离啊！回家，这不能回家，这回家太不合适了。没啥可出的玩儿了呢。现在的武器大师就是装备好，其实也挺猛，就稍微还是有点脆。 你可挺烦人呐！跳上来锤，晕住锤，四药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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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！锤接重锤，他是艾黎，对拼肯定是拼不过我们征服者。那积木队长走了，不打了。 你可挺烦人呐，啊！晕住走，不打了，吃药，有点疼，有点疼，有点疼。假装我们已经回家了，但其实我们没回家，在这等他。一手 E 技能开起来，上来跳锤，重锤接点烟跑，直接跳他，他有可能空中就给我晕，就给我那个致盲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有可能打不死了。他不是又上来了吧？跳过来，能晕着吗？晕不着拉倒。 拜拜！来个小弯刀，两把短剑，饼干卖了。为啥德赛每回都钱那么多呀？为啥德赛每回都比对面经济高啊？皮还300，小饼干150。 外加上一萃取300，萃取多少钱？400，300吧，350，不对，萃取450，直接锤，减速重锤，他应该要交闪。跟着他一个重锤，如果 A 他的话就打不死了，还得交闪现，比较费劲。多少钱破败？破败1100，我们差6700。出赛刀啊，那个玩意儿吧，不太适合我。 收完，我们回家。你以为你能打得死我？其实你要马上被我反杀。注意看，321跳上来锤重锤，开一技能锤锤重锤点烟接锤接闪现。你大爷的，这老瞎子！
还不如换了，换不了，极限了，平 A 没有间隔了，瞎着 A 我一下就死，一样的，只能说是没办法。这艾迪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意思？出招吧！你给我死！哎！我真是佛了，伤害稍微差了一点点。武器大师不能带扫描，这个英雄没法带扫描。没事，下波再干。反正我们这技能啊，就上线就好了。不怕跳脸干，多少钱？450，值点钱，小积木。一下，两下，跳回来，重锤开E锤，晕住锤，重锤减速锤开大招，锤接重锤接重锤，贴身就死。有些人老说，哎呀，这波是单杀了，那没有上一波瞎子来，能有刚才那一波单杀吗？那瞎子不来，我把积木杀了出点装备，能有这波吗？这属于蝴蝶效应，你这没办法。没完了是吧？是不是没完了咱？是不是没完了？还没完了呢，再猜一波。这筑城马上都没了，一共才吃了三层这把。差不多了，撤，该撤了，他马上上线了，我们走，厕所回城，他不知道。拆我的塔，三二，别着急上啊，等有跳了我们再上去。估计他不能出来了，算了，推了得了。没想到吧？他肯定在塔下挂机了，现在他都不可能出来。想杀他就只能我们塔下试试吧。可以杀他，刚才把致盲用了。我的一血塔。三项2100，马上我们就无敌，把野区资源给他们拿了。这个野区资源呢，并不是为了这个我们有多狠，你知道吧？拿更多的经济，另一方面是让对面的打野没有野可以打，这样对面的等级就低，低完以后，他来这儿就有可能是送人头。现在这瞎子9级，我们12级。多吃他点野，
跳，放了。老瞎的，怎么人这么多吗？六滴血，我操！又给我车轮战了，又给我三英战吕布了。抠死他！漂亮兄弟 ，nice 兄弟，这一波本来应该我们三杀，劫三杀了。看看人家，那他妈我把那技能都打了，他们连个屁都没有。然后你跟我说看看人家怎么的，那我不打技能他不死了吗？光看结果不看过程。我是吕布啊。你这个小亚索，刚才就是你大我呀，这把赢是赢了，那也不可能就最后推基地的人就最狠，对不对？没有我们这线上的努力，最后那个人就推不掉基地呀，踩着雷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他把技能都打了，我到了，来，先杀亚索来，哎，看看我们。再看看这劫，也不行啊！哦，剑圣是打野呀，我都不知道俺们家还有个剑圣打野，打个大龙来，就是打的稍微有点慢啊，但也不是不能打。你别把他们往我这边引啊！你说你为什么非得要瞅我一眼呢？我就搞不懂了。你搁那好好玩不行吗？你非得过来瞅我一下子？非得要瞅我，非得瞅我，为什么非得瞅我？为什么？没哟，这亚索伤害还可以啊，亚索也无尽了，没给他秒掉，给我控死了。太烦人了，这泰坦！刚才应该先杀泰坦好了，延迟了。哇哦！别跟我说看看人家啊，我把泰坦大打出来了，泰坦大没打出来，他这边他又死了。技能教的就离谱。那打完团战，那泰坦大还搁那放着呢，也不知道咋回事。那打大龙打一半儿，哎呀，来人了，你打吧，我去打个红的，有点飞客那味儿了啊。你旁边有人吗？你说你为啥非得就打
打他个村哥，这一波不亏，真不亏。他刚出炉的村哥让我拿了，虽然我这闪现用的有点毛病吧，我闪好了。这亚索刚买的村哥啥也没干，让我打掉了。我跟你说，他巨亏无比。虽然他们把我给杀了吧，你这波你要能跑，我就算你厉害。看来不行，还是差点意思。这什么意思？抢一个兄弟，兄弟，抢一个，我相信你。我相信你肯定能抢得到。七千、六千、五千、四千、三千、两千，完了，差一点点，快走你点儿，这赶紧跑着，这不跑不行，劫没到呢，等劫到了还行，这波一打五稍微有点费劲。哎呦我操，我才发现啊，对面的文人十七十，俺们女警幺九五，啥天的事儿呢？我一直都没看见过这文人呢。爸爸来了。我太反杀了。盯没盯出来，这么难打吗？嗯，三打五了这波，别往上抠了，缓一缓，缓一缓，兄弟，缓一缓，缓一缓，又翻盘了，缓一缓，缓一缓，缓一缓，该缓一缓了，缓着换护甲。这剑圣也是没了，你别往上上了，他有风。中路不守了，中路不守了，直接给他们，这劫没回家。因为他菜呀、啊，我可拆了啊！兄弟，给我留住他们！留留留留留人留人！留住啊！留住留住！快跑，这不能再打了，打小龙来了，小龙拿掉，派克六六六，六个屁呀、啊、就他死的欢还六呢。能死吗？这死了，六六六，哦，可以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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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亚索来了，走呗！鹰，别急啊！哎，这泰坦太劲儿反了，这泰坦呐！给定那儿了。没事，还好还好，家里有个劫还可以接受。哎呀妈呀，最后一件装备不出血手了吧，最后一件装备出蓝盾能厉害点，我觉得
你们觉得呢？我这地方没办法直接闪，我闪了必撞墙，我就得跳眼儿。但我一活得太难，啪一个定就给我定那儿了，给我红，没想到吧？给我红 buff， 你能把他春哥打了吗？不行了，靠不了劫了，我跟你们说，还能回去没事。有砍死他，你把他春哥砍掉，这一波你就是功残兄弟，漂亮！他们家输了这波。我有春哥，哎，这泰坦呐，我真是日了你的哥呀！这个泰坦，这回欺负回来，哎呀，这泰坦太烦了！你打死他们兄弟，漂亮！哎呀，加没了，加！哎，这下路有兵线，下路兵线。回去一个就行，回去一个就够了。来一首蓝盾，还看看人家，你看看那泰坦，从头到尾啊，就跟个搅屎棍一样，真的是搅屎棍，就跟个苍蝇一样，可劲儿控啊。不过这节玩的确实不错，说实话确实还可以。来一条大龙，兄弟们，哦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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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不跑谁死，剑圣死吧死吧，剑圣兄弟，你怎么撤了呢？我得打死这维恩。没事，剩下都是屁，把寂寞杀了。杰呢？杰没了，杰又跑了。哎呀，就剩个亚索，我又一打五了。这怎么办呢？这没办法，一个干五个呀，这武器大师。首先你得杀他们家维恩，维恩虚区比较高，其次你得杀亚索，亚索他也比较虚区也比较高，再其次你还得杀掉这个小积木，还贼烦，还这个英雄持续伤害又有点高，最后这瞎子跟泰坦就没啥用了，只要能杀三个人，你这杰刚他一个人都没杀了啊。谁的呀？劫没了，远古龙了，远古龙有点难搞啊。得偷家呀，担待吧。担待，这得担待了。远古龙拖一手，远古龙 buff 肯定打不过。偷家，这得偷家了。分推担待，别死了。给。守基地。兄弟们，给，这打不过，他们肯定得回家。
没事没事没事，走基地就完事了，他妈回家回人了，那唯一一个人守不住我。这维恩还过来还要守我来了，兄弟们坚持住，我马上给对面基地拆没了，就剩两座塔了，拿下。哎，Go, be gone.